噔，它是上下分成两层，很特别，上面是油，下面呢就是我们最爱的神仙水。摇完以后我觉得自己像个 bartender。 倒在手上一滴两滴，然后呢就可以在这里放在掌心里，然后把它搓搓搓搓搓搓到热。它有薰衣草的味道，很香。剩下的要擦在手上，很舒服，很快就会吸收。